我是如烟，一个来自牡丹花城的洛阳女孩。这是我的垂耳兔玉玉。今年是我来到悉尼的第六个年头了。独自漂泊他乡求学的日子里，难免感到有些孤单，但还好我有舞蹈。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不论在哪里都能用舞蹈结识到许多优秀的朋友同行。只是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，不能像以前那样常聚在一起。现在好希望自己是小时候妈妈故事里的那只玉兔，可以瞬间穿越回家人的身边。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一支舞蹈《玉兔》。